之前交过几个女朋友，就俩。还有联系吗？没联系了。说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不紧张。哎，你紧张吗？嗯。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你是什么表情？ 会打架吗？不会打架，你怎么保护女朋友？其实啊，我是小宝的大三届的同学，叫他小卢就行。<笑><笑>